霍思燕生完孩子7天之后发了一张全家福，本来呢大家以为是来捧这个小小江的，但是这位身材迅速瘦身的星啊也太过抢眼了，真的厉害啊。网友评价说是这个新词儿叫做是秒瘦啊，这个分分秒秒就瘦下来了，因为生和真的没生啊差不多，有那么夸张吗？看了你就知道了。产后一周，霍思燕发布的两张全家福着实引发围观。熟睡中的小小将固然是亮点，但身旁的新妈霍思燕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瞧眼前霍思燕窈窕的身姿以及显而易见的瓜子脸，再相比9月18号当天入院的样子，相差的可不止一点点。9月19号，今年中秋节，霍思燕剖腹产下了一名男婴，重约8斤3两，小名小小江。孩子的出世，新晋爸妈自然是最高兴的了。眼睛挺像我的，然后嘴巴鼻子挺像思燕，对，然后头发很长，然后。手也很漂亮，脚丫也很大。而由于小小江出世才7天，想必霍思燕眼前最大的任务便是全力当好奶娘，因此付出也有待时日吧。